原以为沈世章才是高人，你才是。吃吧。嘿，嘿，嘛呢你？去去去去去走。那里躺个人，那儿呢？啊，那儿躺个人，在那儿里头。那儿的，我的妈！哎呦，赶紧赶紧，去叫你爸去！杀你的人到底是谁？上哪能找着他？跟我说了吧。算了，帮我谢谢田大。不用谢，以后他的事就是我的事儿。那谢谢你。你不要走。我也不想走。我给你换盆热水去。别走啊！
你没睡觉啊？做梦了。你坐着做。没做完。没消毒。嗯。伯父呢？应该在外面吧。为什么？为你。陪我去个地方。去哪儿啊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祥子，祥子，少爷，拉我们一趟，啊，拉我们一趟，哎，我爸呢？跟我那车上呢。走，得嘞。哎，少爷，咱去哪儿啊？去哪儿？西直门小街口有一个钟表铺。得嘞，六子，叫我爸进屋睡。来，得嘞。少爷，这刚才真敢拉我那车出来，我那车有帘子，这好歹还能挡挡风啊，您说是不是？你也冷。全乎人，你有伤。我以前想过很多次，一大早在北平坐人力车。这也行。嗯，什么都想，就是没想过旁边坐的人是你。那是谁啊？冯清波。这畜生，你真喜欢他？从四五年到前几天在北平小火车之前都喜欢。咱们去的是什么地儿啊？这四年，我给北平写信的地方，冯清波的钟表铺。他要在吗？他说他白天在，晚上回清风公寓。在就顺手背了他。你为什么不杀他？我是警察，不是杀人的。那我们这回要是抓到他，你杀。快起来，暖和。您看一眼，是这儿吗？是。
我对不起我爸爸，组织让我保护他的。冯金波在柳岩那小楼呢，我过去抓他。就我俩。做不到啊。我也找帮手。我想好了，沈世昌杀何谈人事，冯清波是证人，先抓他到金池监狱，再抓沈世昌交给新世界审判，这样你是警察，秦汉还可以继续当狱长。抓沈世昌不知道大哥愿不愿意。先抓冯清波，不杀他不解气吧？不杀他才解气呢。你也一定不希望我杀人吧？你想多了，话分两只说，理分两头讲。我抓冯清波是因为他杀了你爸和周老板，我是警察，但凡家里人死谁手上，警察也挨不着我，活剥了他千刀万剐。你是说小红袄？是。等我抓着他。别看了，别看了，退后，退后！别看了，别看了！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让一下，让一下！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！让一下，让一下！哎，让一下，让来！来，别让一下，让一下！在一块儿睡是晚上人都不在了，咱不知道呢。你不是也一样吗？人在门口守着，车拉走了都不知道。昨晚上说没说要去哪儿呢？什么都没说呀，看着看着照片就睡着了。哎，东家，东家，金爷来了，带了人。行，知道了。哎，这怎么办？没事，你进屋，我跟他说去。一块说吧，反正人也丢了。他也不能怎么样。嗯。徐叔。嗯。人呢？田丹。在屋里。静儿，田丹是自个儿跑出来的。是，估计也没什么牢能看出他。你是一踏实人，跟叔撂句实话。网莫会抓他。不抓。
外头带了五个人，今天的办什么事儿我都陪着。你意思是来帮他的？帮谈不上，有些话我还得问。官面上的事儿咱也不懂，咱就信你。您别信我，我也不信我，咱们先信田丹子吧。可他人没了。啊？不是说在屋里吗？一大早和徐天就不见了都。爸，你们怎么回事呢？你们俩去哪儿了？大爷，哪儿去了？上哪儿去？能不能说一声？这不想让您多睡会儿吗？六子从车里把我叫醒，到现在就没睡过。大哥在那儿呢。大哥，哎。哦，院里风大，你别伤着身子。跟我进屋，进屋去，进屋去，弄点吃的去。大哥，您吃了吗？啊，没吃一块儿。不吃了，你先吃。我昨晚见神上了，冯金波是没死。他告诉您的？没承认。沈仁昌不是东西。看怎么样？冯金波在柳爷那呢，一会儿过去逮他。就逮你情叔？逮到您狱里，再逮沈世昌，俩破坏和他那王八蛋关一块儿。等共产党来了，能当狱长当狱长，不能当回平原胡同过日子。咱跟共产党也是一头的。我不用你铺呗。吃饭。静儿，哎，进屋一块儿吃点儿。我站会儿，一会儿见。啊，静儿，不吃吗？吃过了。你们今天去找拍这个照片的人吧。怎么找啊？先吃吧。逮人家，大英子去天桥王石匠铺子，一会儿你去跟他碰头，挑块石头给小朵刻字。要逮谁啊？冯清波杀田丹他爹那人。你看着脸色不太好。嗯，有些事儿没太想明白。跟我说说，等想明白了，归了包堆一块儿跟你说。先回去吧，一会儿徐叔又出来了。哎呀，嗨，你先从我外边等了。水怎么了？哪有水？看，小朵端的盆儿洒出来的水，莱卡三滴。给我
过来瞅瞅你们都吃什么呢。关老爷，您的饭不是送后院去了？一个人吃不热闹，平时不都一人吃吗？今儿个不想一个人吃。关老爷，徐天新娶的媳妇儿？不是。美兰新养的闺女？铁林收的二房。关老爷，叫什么？筷子给您搁这儿。田丹。多大了？哪儿的人呢？关老爷，你们吃不吃？这么一大桌子人吃饭也不叫我一声，我都吃过了。吃过了，陪您后院遛鸟去。哪儿遛鸟去啊？后院，嗯，咱大清江山的后院。对，大清江山都是我们家的，我想上哪儿就上哪儿。老爷子，您消停点行吗？这些日子跟后院待着别堵啊。我想上哪儿就上哪儿，大清的江山是我们家的。是，这后院都是大清江山，您绕着弯的慢慢溜啊。嗯，看着脚下慢点，您。你陪着我溜。我陪着陪着陪着。接着说，来什么地？莱卡三 D， 1940年量产，全世界只有这种相机，快门速度能达到1/1000秒。135胶卷，三 D 使用的人不多，普通照相馆根本就不用这种相机。我在美国的时候用过，固定光圈下，快门速度达到1/1000秒，才可以清楚的把水拍成这个样子。除了军方人士、记者、外国人，普通民众拥有这种相机的屈指可数，而且使用保护一定非常仔细，胶卷和配件维修都会在固定的地方。北平能够维修这种相机的地方应该没有几家。金爷，天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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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儿，正好。去查查哪儿淘换那个什么莱蒂相机。天哥，正一路项目胡同又杀人了，一卖菜女的，三刀，会不会是小红袄啊？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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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听见没有？快点走走走走走，看什么热闹？走啊，说你呢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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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快点快点快点，门口的散了，别看热闹，出去。给拿着处理一下。是。刘畅是。你先找进去啊。孙子。骂谁孙子呢？骂街。没我，嘿，我孙子先瞅见的。叫什么呀？梁大柱。你叫梁大柱？我孙子叫梁大柱，我能叫梁大柱吗？没问你孙子叫什么，问你叫什么？宋观望。什么？观望观望。观？不能叫这名儿。爱叫什么叫什么。怎么瞅见的呀？我呀，大早上起来，我出院门出来泼水，瞅见这儿有一骆驼挨这儿吃这菜叶子，我就喊我孙子说赶紧把菜叶子捡起来去，我孙子就飞上这院里头撒尿。我提你孙子，问你怎么瞅见的。我这不是说呢吗，我早上起来出来泼水，瞅见这儿一骆驼挨这儿吃菜叶子。你跟我说骆驼干什么？问你孙子怎么瞅见。不是，我问你怎么瞅见的。我这不是得给您捋一下吗？我早上起来就泼水，
然后瞅见这一骆驼挨这吃这菜叶子，我就想让我孙子把这菜叶子给我捡家去。我孙子就飞上这院里去撒尿，结果一进去瞅见了，就喊我奶奶奶奶，快过来您瞅瞅喂！我当时一过去一看，这不您就来了吗？行行行，我知道了。人死了吗？死不死碍你什么事儿啊？都别人戳着了，散了，回家。走，小胡同。三儿怎么了？项目胡同又杀人了，一女的，三刀。那女的穿红衣服了吗？我不知道。你去现场，我跟江远去找冯清波。快去啊！越晚去现场，痕迹越少。钟苗圃，我说什么？什么？小黄要杀五个人，你还没找到他，那他比你强。别跟我一样，刚来北平的时候那么情绪化。大哥，啊，去吧。我跟田丹办冯清波，我手里放的，手里抓回来。那您不会把田丹再弄回狱里吧？不会。踏实去，我们这五个人多你一个不多，赶紧的。祥子，嗯，你拉我大哥和田丹。得嘞，金月、田姑娘，你二位上车吧。田丹，把这拿着。放在衣服里暖手。那我和田楠办点事儿去啊。小心点，别出岔子啊！一会儿和徐允诺去天桥石匠铺灰鹰子。哎，院长在哪儿啊？相风胡同。抓完冯金波，我们就去相风胡同找你，等我。嗯，三儿走。哎。回去之后别跟徐叔打听，他看着一老好人，脾气暴着。问你爸，你到底要我打听啥？如果徐天耀在的话，你也别问。昨天还不让我回朱市口呢，说那儿不是我家。本来就是，你嫁我的呀。那问什么你自己问呗，我都不知道你要干什么。说实话，我自己也不知道要干什么。成天也不知道忙啥。不是一会儿还有行动吗？什么行动啊？不知道。你当处长的，你不知道什么行动？朱市口什么事儿也不知道，兄弟也躲着，还不如从前。你少唠叨两句不行啊？哎，从前脾气也没那么大呀。关老爷都安顿好了，安顿好了。门口有伙计，给小斗选好石头，我就赶回来。啊，哎，走吧，走。完事就过来接你了。嗯。
平平，你别收拾了，楼上两个箱子拿下来。哎，我去爸那儿说两句话，你肯定是不去的，对吧？是。那你在这儿干嘛呢？不如趁着空去趟京师监狱，跟田丹见见。想杀顺手杀了，回头咱们机场碰。监狱你想进还是能进的。原本怕他知道你不是个东西，现在他让徐天抓你，身份也不用瞒了。但进去出不来怎么办呀？我可是等着你跟田丹要死要活之后，再跟你过下半辈子呢。叫辆车，东西装上去。好嘞。看着我。我欠你啥吗？我欠你。还来这一套，指使了您四年，实际上是我爸指使的。我觉得你不容易，我欠你的，明白吗？但我救过你几回，以命相保，还得我愿意接着。我现在不接了，你命还是自己的，两不相欠。姐，叫几辆车啊？我跟您去吗？俩车，你东西带上。好嘞。冯清波，爸说的对，你是条疯狗，我不陪你疯。临了说点两不相欠的话，你自己都没明白，你实际上是不想活了。为什么？你从小没爹妈，党国就是你爹，但爹快完蛋了，一辈子跟狗似的。就1945年春天，假模假式的像个人活过。你人早被田丹收了。从那年春天起，你就是个死人。我爸要投共，谢谢你不杀他。但别说因为我救了你，爱我的情分。我在你眼里算个屁啊！华北剿总整个要投共了，师长以上就好几百，杀得过来。去找田丹吧，他死不死我不知道，你肯定死，没人替你收尸了，对你挺合适的。姐，车叫好了。一宿的早上想明白了，这饭恶心。我柳如斯怎么会对一个死人上心？
回来了。两不相欠，听不懂吗？晚上飞机几点？不要来了。送走那女的姓刘，冯清波的女人，拿吗？先找冯清波。不知道还在不在了？他在。像你这样的人，撒谎之前，眼睛也会往左上滑吗？我什么样的人？原以为沈世章才是高人，你才是。我是普通人。你爸冯清波杀的。是啊。沈世昌让冯清波杀的。是。我来北平之前，还有两批和他接洽来和谈的人也被他杀了。以和谈的名义，又不和谈的人。现在沈世昌想要洗白，你这样的人，要不就是从不说话，要不就是说喜欢。你和沈世昌的事儿，插不插手？我没想好。帮你逮冯清波是有话要问的。他和柳如斯签了个账。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十月是最好的天气，风从西北。Thank you.
是陌生。